医诊法。公元二世纪，医圣张仲景在瘟疫中写就了著名的中医书籍《伤寒杂病论》。二十世纪末，中国科学家屠呦呦从中医中获得灵感，发现了能消灭疟疾的青蒿素，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。诞生于中华大地的中医学，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，护佑着中华民族延续千年。辨证论治是中医的灵魂。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和大量临床实践，创造了一系列诊疗理论，其中望、闻、问、切是中医诊断的四大法宝，中草药则是中医处方的主角。明代药学家李时珍的《本草纲目》记录了1892种药材，附图1109种，被誉为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。中医讲究治标治本，更要防患于未然。东汉末年，华佗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五种动物的动作，发明了五禽戏，既能舒展身心，又能预防疾病。中医讲究内部调养，但外科手术也绝非西方医学的专利。早在公元二世纪，中国古代医者就创制了用于外科手术的麻沸散，用于减轻病人在治疗中的痛苦。在没有 X 光、没有心电图的古代，中医诊法在文明的延续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发展中，博大精深的中医学依然在向世界绽放着独特的魅力。